拉罕、亚拉罕、细佬。圣经教我哋做人咪够贪心，唔能做得恶人家嘅银子拉财物。不过向剑山有斗马戏班戏子老班男讲过 ：There is a sucker born every minute。猪蹄每分钟都有得出世。果间短命嘅天虹娱乐场，响香港九龙弥敦道拉荔枝角道交界嘅三角地，面积成过万平方英尺噶。响佛历2492年年尾，有斗响九龙弥敦道229号三楼开间维也纳墓园，叫做张慧霞嘅墓女。拉香港政府以一年短期租约租咗嗰块地，话租嚟放柴禾。点能知嗰条古惑女一个屈尾十就琴琴清起咗个游乐场？响佛历2493年农历庚寅虎年正月大年初一上昼十点开门营业，入场费两毫住咸烘。入边有个歌舞剧场，最初由班欧美、嘉年华歌舞团跳艳舞，要另外科两扣四毫至七毫住咸烘先至有得睇。仲有剑山内嘅旋转木马拉一队机动游戏。电影院由刘士曾主持猜灯谜，萝卜头嘅波子机，紫光美人就即系睇靓女幻灯片，条靓女逐张咁嚟剥啲秀物、外套、颈巾，剥埋胸围底裤嗰时，条靓女就用双手嚟遮住乱的拉起窿，观众以为下一张实系乜狗都睇埋噶啦，点能知？吊佢老母臭花气，条靓女变咗一副骷髅骨头，仲有句万恶淫为首嚟串班咸湿观众，都系俾佢吹鸠七捻仗。boss 哥，细哥大佬，呢条母女登新闻字话，本人体质欠佳，未能顾及，以后本场之一切业务盖委任护留，龙文康以君代笨。呢两条烂摊就搏命淡露亲落搭，投资海铺位响入边卖生果、餐食、冻饮、烫过饼食、甜品、粥粉、面饭、奖品游艺呢啲生意。阿拉罕、亚拉罕细佬，吊佢老母臭花气。香港政府批得过一年货仔嘅短期租约，话只系准用嚟放柴。仲讲明一个月通知就要随时收返咁话，嗰班老千都夠胆死起咗个游乐场，仲呃班老亲话有成75年租约，可以做到佛历2567年。当香港政府系溜寮，果树系违章建筑，佛历2493年5月就已经被勒令执笠冚期。可怜呢镬嘢，嗰班投资者都早晒鹌鹑，血本无归。boss 哥，细哥大佬，好似过多叫做吴康尼嘅哥哥仔，果市住响九龙旺角西洋菜街324号。拉果帮老千租咗两间铺，拉埋间厨房嚟开餐室。最初个歌舞剧场跳艳舞都搵到啲水头，收尾俾马大冚档。三月改演北平、上海杂技，倒吊饮水、吞火球、赤脚、踩刀、顶水缸，票房梗系扑直。最后搞到连歌舞剧场都冚埋期，真系冇阴功，亏蚀到眼坦坦。另外又有两多足星仔狂魏光 Thomas、拉孙正光 James。佢哋百二向剑山划到啲金都俾班老千呃够晒。阿拉罕、亚拉罕细佬，点止亚，连省成个宾州市长李阳经个表弟欧日新都中招，帮衬佢哋投咗两间铺嚟卖杂货，点知一铺清袋。嗰阵省成都已经俾共匪撕据，佢表哥都跟涉恶着草，撤退到海南岛。唔系实行罗碌机关枪嚟打到呢帮老千变蜜蜂斗，呢帮烂摊害人害物，真系唔捻死冇捻用。